昨天的两场比赛，他有两支的安打出现，外角球变速球，挥棒落空。看啊，王一正啊，不但有滑球，还有这个变速球。这个变速球你误以为是一个直球，但是很明显的，你挥棒就会稍微早了一点，而且他也有不错的控球。像他的加入拉米戈之后，拉米戈的一个先发投手，又多了一支了。又挥了一个空棒，变化球，两好球没有坏球，相同的球路，又是一个变速球。它的变速球跟滑球的交互的运用，会产生很好的一个效果。有的时候球速领先的时候，突然来一个内角直球，那打者也要出棒，也棒子出不出去。